啊，这边是在一个卧槽一个寂静的山村，一个寂静的山村。音乐非常诡异，看这房子能不能进去。它现实中这个山脉当中肯定是有怪物或鬼怪存在的，现实中它很奇怪，乌拉尔山它是全世界最奇怪的一个山脉，号称是死亡之山。它为什么叫做死亡之山？因为这个山脉它的磁场跟其他的就是地球上的磁场是不搭边，磁场最强烈最凌乱的一个地方。当然在这个山脉当中啊，简单来说呢，科学家研究呢，他们给出的一个答案就是说，在乌拉尔山这片山脉，它是连接现实连接到异世界的一个大门。谢谢幺七 H 送的乐宝剑。那肯定我们要找到一些跟这些有关的一些线索啊。也不知道现实中的乌拉尔山这个有多少人去了解过啊？谢谢活在当下送66汤圆。现实中的乌拉尔山，确实是跟这个差不多，就是跟这个确实很神秘，没有太多人去。看这个房子能进去吗？游戏叫做乌拉尔山，讲述的是乌拉尔山神秘死亡事件，九人死亡。还有一个就是在乌拉尔山九人死亡之中，九人死亡之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死法，就是人体的内脏全部爆裂，人只剩一个空壳，剩一个躯壳，这并不是人能做得出来的一个东西，而且没有任何打斗，如果是他人或者如果是怪物什么的也会有打斗的痕迹，没有外部没有心伤，就外部没有伤，只有内部有伤。谢谢我们的我爱你的爱，我有你爱的酒窝送的1314大宝剑，牛逼啊，谢谢。那这边咱们还没有登到乌拉尔山，那前面呢这边好像是一片针叶林，不恐怖啊，这可是全世界最恐怖的事件，就是外星人他怎么就是瞬移到那个，他是瞬移到这个帐篷内的吗？还是鬼啊？也不知道是鬼还是什么东西，前面走不通。反正这个游戏呢就要探索这个事件的真相。谢谢人生太现实送的六六这个汤圆。真相是什么？寄生虫？不，寄生虫怎么舌头被割掉，女生舌头被割掉，就是在人没有挣扎的情况下人被割掉，不是自杀，排除他杀，肋骨碎断，然后内脏爆裂怎么自杀？自杀用刀也好，撞击也好，外部都会有瘀伤，外部没有任何瘀伤，内部爆裂啊！如果有那么轻易解开的话，这就不是科学家50-60年都没解开这个谜团，大家还是不用解了，我觉得还是不用解开了，解不开的。我们沿着公路走，这边是他们登山的出发点，这边还有铁路。谢谢我们的星火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，谢谢。下毒的话验尸就会知道有人下毒，那是谋杀，不是非自然力量击杀。就解释一点，如何解释帐篷从内往外滑，都解释不清，可能是有雪人也可能是有雪怪。所以说反正这个山谷称死亡之山也是有一定道理。那有点昏了，有点昏暗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我们的 MAZ。梦游九人同时梦游吗？九人同时梦游没有打斗吗？如果一个人梦游拿刀要杀你的话，你会反抗吗？如果一个人梦游你的话，如果拿刀要杀你的话，你怎么外面没有伤口，只有内部有伤口？颅骨最裂，颅骨是最硬的一个骨头，人力，你一拳打出1000磅的攻击，我操，才打断啊！你打得断吗？人打不断，那不可能的。往这边走一下看看，那边是走通的，要找一条上山的路。这是真实事件啊，兄弟啊，恶作剧，真的，内力。
修真，你们觉得可能有修真的人吗？全死，还有舌头被割掉，实在无法想象啊，实在无法想象。走这条公路应该是对的吧？那我找不到路，主要找不到路，从这边走吧。还有很多离奇死亡事情，根本就是无法解释的，无法解释啊！降龙十八掌，降龙十八掌的。这边应该是走对的，我们要找一条能够登山的路，然后要登山去到乌拉尔山，去探索这乌拉尔山的神秘事件，应该能找到这个当年死亡的这些人的这些线索。游戏里面应该是有所谓的结局的，在游戏里面应该是会被探索完的。我这边明明走过了呀，这边明明走过了，前面有两条路，前面一条路，左边一条路，我们往前面走吧。这皮皮虾送来了宝剑，这边应该是上山的路，都不是人为，人无法做到这个地步，不是人，但我觉得不是怪物。谢楚大，别那么逗逼好吗？宋大平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，我之前跟你们讲过那个故事，我见过那个怪物，我相信怪物存在，我现实中见过怪物，但是不相信是怪物所为，因为有一些不是人力可以做到，怪力也不可以做到，做不到。这边都被封死了，这边千真岭都被封死了。从这边走，这边有条小道。谢谢楚牙军前线送来的宝剑，哇，这有鬼叫，我操，这有股诡异的感觉。你看问题，还记得那血色螺旋圈吗？一个血纹，背上血纹，对。想想我怎么遇到怪物的啊？我不是电影看多，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了嘛。这边就进乌拉尔山了，乌拉尔山。你们是不是有人没听过啊？有些人没听过我讲故事啊？我这边有个洞窟。就当时我真的是害怕的样子，我操，我这有个洞，我操，落下来了。我从一个洞掉落到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世界，不是鬼故事，是真真切切实打实的碰到了怪物。怪物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什么是怪物吗？就是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生物。当然我定义为生物呢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生物，好像有很怪的声音在附近。你们想知道吗？你们可能很多人不相信啊，但我说的是事实啊。我之前跟我家里人说的时候，我家里人也不相信，很多人不相信。谢谢无药。在我小时候呢，我特别调皮啊，特别调皮，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吧，回我老家的时候，松滋，你们有人是湖北松滋人吗？是我外婆家，那是我外婆家。松滋呢，那边有一个死亡，就是有一个死人特别多的一个地方，那个一个弯道，反正特别诡异吧，特别诡异。前面有个帐篷，这个帐篷应该是那九个人的线索。帐篷由内而外割开，应该是这里，这个帐篷。我捡到东西了，像王山，你看不到我送的13、14大宝剑，牛逼呀！谢谢。这是乌拉尔山所有地图。你们有松滋人吗？荆州，我老家湖北荆州的。
但是我外婆是那边松滋那边的，松滋那边有一条路，如果是松滋人的话都知道，那一条路那一个弯道至少每天都会发起一场车祸，一年会死100到200人，一年会死100到200人，因为那个弯道他看不到前面有没有人，看不到前面有没有人，无论是天再亮也看不到，那个弯道特别诡异，很容易出车祸。我那个时候是在亲戚家，然后去另外一个亲戚家，就是我外婆的妈妈家，我外婆的妈妈家。我走那条路的时候见过怪物，这些洞洞。我跟你们讲真的，你们不信啊，真的，我操，这边有脚印。这乌拉尔山右边还有红红的地方，很诡异啊。好，那个时候我去亲戚家呢，我是路过那个所谓的那条路啊，路过那条路的时候，周围都是稻田，周围都是田，黄黄的一些麦子。那个时候我是穿过那个麦堆，那个时候我走了很久嘛，然后周围都没有人，在大中午的时候，那一片麦田那边呢，那片麦田那边，它有一个小木屋，是一个木屋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是一个木屋，很小，就类似于漫漫长夜那里面的小木屋。在那个木屋的门口有一个，我走过去的时候，我看了过去，有一只说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，浑身都是黑毛，长得比木屋还要高，至少是2.5米，我前面有红红东西，然后背后呢还有一个螺旋的血纹，就是一圈一圈的血纹，它是背对着我的，然后一直在动那个木屋，一直在这个身体做出很奇怪的扭动。那个时候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我两腿吓得发软，动都动不了。后来我愣住了1分钟，然后全身，那天因为是夏天特别热，但是我全身冒的是冷汗，会感觉特别冷，然后我就疯狂地奔跑，跑了大概10几分钟，然后跑到了居民区，然后左右两边都有房子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跑了很久，然后继续跑，我记得应该是跑了半个小时左右，跑到一个小卖部，然后看到小卖部老板，我看到那个老板的时候，那老板虽然是大白天啊，看不清脸，脸上特别多皱纹，皱纹呢，感觉特别阴沉。后来就来了一辆车，然后看到很多人，后来跟家里人讲，他们不相信。后来我坐车回老家，就是回荆州的时候，在路上就没有发现那个小屋了，那个小屋已经不存在了，就是没有那个屋子，也没有所谓的怪物。我操，这边怎么飘起来了？这是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啊，真实的经历。我操，还有飓风，我操，还有个人影，我是不是应该跟随这个人影啊？应该跟随这个人影，对，这个是当时乌拉尔山事件发生的。我没有吹任何牛逼，我以上说的全是事实，不然的话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啊，全家死光啊，我不会以一个故事来赌全家死光，我是真的自己看到过，所以我自己对很多事情都有研究，都会相信。这只是一个，在你们看来只是一个故事，但对于我而言是真实的经历，没有必要用这个来去说什么东西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故事，然后你可能琢磨，然后仔细的去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发生过很多怪事，但是长大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长大之后几乎是什么都看不到，谢王山你看不到我宋大平，感觉跟年纪有关，人越小，就是在年纪越小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更多东西。哎，这边左右两边桥下这边是峡谷，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，咱们该走上面走下面呢？
啊？阴阳眼，我也听说这个说法，我也听说过这个说法。但阴阳眼看到鬼，我没有看到鬼啊，我没有看到鬼。而且阴阳眼，据说的话是小时候，长大一点阴阳眼就会关闭。我看到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事情，但是没看到鬼。好，谢谢我们的这个逗逼送的流流饭团。鬼反正是没见过，一些奇怪的事情倒是经历过不少。我们继续走这个山脉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非自然的一些人物或生物。对，红烟老太太，对，那个是非常诡异，但是真真切切看到鬼我真的没看见过。谢谢刘书福打柴人送的10个大眼睛，就是自己没有真真切切看到过鬼。红烟老太太啊，紫色大棺材，这两点。谢谢我们的南至清寒送的六六大宝券。来，从这山坡上面走。你们看到过鬼吗？是吗？我不相信啊，因为我自己没看到过。我相信有怪物，因为我看到过。谢谢洞洞送的宝剑。但是很离奇，就是鬼可能我看不到，但是可能存在啊，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不少嘛，感觉是存在的吧。但是真相信的话，我只相信有怪物。那些非人类的生物，这有两个鬼火。鬼火的话应该很多人见过吧，啊，我表弟就见过鬼火，在坟地都是一些灵。鬼火的话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。我们走到左边这层鬼火吧。对，鬼火很正常。哇，前面有人影。鬼火非常正常的。鬼火见到的应该会非常多。这边去找找，其他的不好解释，鬼火比较容易解释。这边先上山顶的路，这边有火把，好像里面有个洞窟，里面有个洞窟，啊，还有很多骷髅头献祭的。难道乌拉尔山有没有这个现实记载？有没有这个一些部族，就是一些部落存在啊？这游戏主要是探索，看风景，然后研究。乌拉尔山有部族吗？ Are you coming to me? 外号称死亡之山呢？那这边是一些部族的一些，肯定是一些部族的一些这个东西。哎，我这样可以上到山顶。这边是一个山洞，然后我从这边也上不去，只能往前走啊。谢谢我们的 Y 送的1314大宝剑，牛逼啊！谢谢 Y。看如果能上到山顶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谢谢余生太长送两组六六饭团。因为这游戏也是处于探索期间，也处于探索，看看哪边会有东西，怎么搞。巫术，刘桑，一个鬼魂。还好，不会雪崩了吧？我要爬到这个山巅，爬到山巅看一下，爬到山顶去。哦，这边有一个洞窟，有一个非常诡异的洞窟。像这样天然的洞窟，卧槽，像这样天然洞窟还是蛮多的。这里面好像有一些，哎，我操！